这么巧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我哪知道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干嘛？我们就是来干嘛的嘛。你们家有人住院了。哎，我说高大勇，你会不会说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天晓妮求我来，我才不来呢。 何是我让田小妮帮我发一姑娘过来，她把你发过来了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高大勇？嫌我颜值不够高，配不上你啊？不是配不上，配不上，是我妈从小看着我长大，她太了解我了。我一前女朋友都是那种大个漂亮版，你说你这，哎呀，神经病！哎哎哎，干嘛？你别着急，你先别走啊。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想凑合了，凑合了，就你了，别穿帮了啊！招呼米家属，啊，你是招呼米家属吧？是吧？ 抓过敏，他不遵医嘱，说好手术前6小时严禁吃东西的，就刚才又偷吃东西被我发现了。哎，我说你们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呢？做，不好意思啊，坐。拿，别穿帮了。知道。哎，过去，过去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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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。 干嘛呢？啊，怎么又吃上了？你换着样，这大夫都告你状了。你手术之前不让你吃东西，你我可没带你做手术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今天把女朋友带来，我就做；你要不是带女朋友来，我肯定不能做呀。我答应你还不行，你给我，我不给，给我。我快点给我。不是，我。阿姨，我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是大勇的女朋友，我叫顾佳。 另外，刚刚医生说了，这些东西你不能再吃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女朋友啊，真的。啊，哎，这是你女朋友？是是是。本来大勇这一早就想带我来看您的，但是因为我工作实在太忙了，所以到今天才来。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哎，好好，佳佳，那个我是做化妆师的，我看阿姨对妆容应该也有研究吧？你说您这生病了，化个妆还这么漂亮，这天才特别好看。瞎化的，瞎化的，你看姑娘多有福气，想让你捡个便宜。是吗？捡的便宜，捡的便宜。 佳佳，真好。